中老年人如果有条件，建议您每天吃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。我们都知道吃这几样东西对身体特别好，但平时哪有时间去研磨，现在我们给您研磨好黑芝麻、核桃、桑葚、黑豆、黑米这几样精细研磨而成，营养特别丰富纯正。我老公很喜欢早上用它来代餐，口感好，关键很健康，喝着特别放心，比早上喝粥要营养多了。虽然很便宜，但是营养真的十足，喜欢的就抓紧时间购买吧，划走就再也找不到了。